的这个双座啊，就是驾副座，就是或者是半驾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现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根，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e de so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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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e, le, eh, e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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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Kakan, gagan, ah, tsatsan, zazanya, tsatsan, zaz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h, ch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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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e, le, eh, e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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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Kakan, gagan, ah, tsatsan, zazanya, tsatsan, zazana, tatan, dadana.Baba Baba Mayara La Ahy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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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Re Le Le E E O O A Gakan Gakan Zatsan Zatsanya Chachan Chach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 De Chababa Hetan D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nghen Zayo Noro Da Eon Badama Hyamana Asoha Om ye damahe de chababa hetan dekhen tatangato Haya ande tenghen zayo noro da Eon badama hyamana asoha Om ye damahe de chababa hetan dekhen tatangato Haya ande tenghen zayo noro da Eon badama 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ien ne san nam ga kong a yin la ma yu tam gan du so nam do ta je chu tam pa pa kien de la do ta do tru ki pi chang sam je nam kien ne san nam ga kong a yin la ma yu tam gan du so nam do ta je chu tam pa pa kien de la do ta do tru ki pi chang sam je nam kien ne san nam ga kong a yin la ma yu tam gan du so nam do Da-dang-da-dang-da-yi-sim-jin-na-ma-yi-ni-sa-ji-yim-ba-la-yim-ba-ra-si-ba-da-ni-da-cha-chum-cha-da-sim-jin-do-da-dang-da-yi-sim-jin-na-ma-yi-ni-sa-ji-yim-ba-la-yim-ba-ra-si-ba-da-ni-da-cha-chum-cha-da-sim-jin-do-da-dang-da-yi-sim-jin-na-ma-yi-ni-sa-ji-yim-ba-la-yim-ba-ra-si-ba-da-ni-da-cha-chum-cha-da-sim-jin-do-da-dang-da-yi-sim-jin-na-ma-yi-ni-sa-ji-yim-ba-la-yim-ba-ra-si-ba-da-ni-da-cha-chum-cha-da-sim-jin-do-da-dang-da-yi-sim-jin-na-ma-yi-ni-sa-ji-yim-ba-la-yim-ba-ra-si-ba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个心根子，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让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个心根子，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让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个心根子，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让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这里面想跟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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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接成那个音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让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迎接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无因出他苦，他苦入自苦，无当逆了他，由情入我身。我们呢应该这个接触就是他人的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众生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得不喜欢就是痛苦，就像我的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一样啊，就这样来想的。然后我们呢也应该就尽心尽力的饶益就是一切众生。这个饶益众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些众生都是有情的缘故。他这里应用了两个原因，就是一个是我们应该就是借助别人的痛苦，就像我的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理由的话呢，我们应该就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就是当然利益众生的方式呢有几种的，就是有一种呢
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战士的，就是利益众生。还有一种呢，就是是这个就近的饶益众生，就是有两种方式。那么这两种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去做。真的呢，自己的这个无瘾也是不是自己，就是是我的利有呢，就是是没有的。但是众生呢，偏偏都是用自己的这种我执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无瘾就是执着为我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时候执着为他，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无瘾受到损害的时候，就会这个心里面痛苦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三界轮回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执着为我。执着为我的时候呢，就是当众生就是痛苦，当众生困难的时候呢，就我们这个心里面会这个痛苦的。以前那个华智仁波切也这样说过吧，就是三界当中的这些众生呢，虽然就是不愿意就是痛苦，就是愿意呢就是快乐，可是呢就是他们就是往往都是这个因为愚民无耻啊，就是无名这个愚痴啊，然后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快乐的因心慈十三业，然后呢反而呢就是心慈那个痛苦的这种痛苦的这个因就是造各种恶业，而这个抛弃自己的就是永恒的这种幸福。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呢，看了以后呢，就很多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可怕。就是这样以后，对自己的这个精神来说呢，就是都不就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这个意义。这是刚才那个从那个对境方面讲，对境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想到这个道理，就是只要是众生的话呢，我要帮助，我不能害他，就是。下面就是说这个有经方面来讲的，此与他双方求乐即相同，自他和差属何故啊？就是自他和差属何故求度了啊？就是求度了。那么我们这个自己和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其他的众生呢，就是我们这个两家就是双方呢，其实那个求安乐方面的话呢，没有这个任何差别，就是都是完全这个相通的啊，就自己和他人呢一点差别都是什么没有的，所有的众生跟我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为什么是自己呢？就是想得到安乐，而这个自己的安乐呢，就是永远都是建立在就是摧毁这个其他众生啊等等，就是这样的
这个事实上面，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我们这个详细分类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粽子，我刚才说这样的一样的，就是乃至这个就是大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大翻天呢、大自在天呢，小至一些那个蚊子、蚂蚁这个等等，就是一些小这个虫类啊，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国家公务员也好，国家总统啊、总理啊，以及这个一些这个高层次的这个什么这个帝王将相等等，乃至这个在什么乞丐以上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乞丐、妓女、仆人、屠夫等等，就这些以上的所有的这个不同这个层次、不同级别的这些人的话呢，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想这个获得这个快乐啊，就是不愿意快乐的，而愿意痛苦的。我昨天所分析的一样的，就是绝对是在这个众生当中呢是没有的。人类就是这样的，不仅是人类，所有的旁生、所有的恶鬼、地狱，以及来自这个阿修罗和天界之间的六道轮回的众生呢，就是全部都是日日夜夜想获得这种快乐。可是这种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你永远都是也是就有些得不到，就尤其是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成就的一些修行的境界的话呢，就是这种快乐也是特别的这种难得。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如实的这个希求快乐啊，希求快乐，而就是不愿意遭受痛苦。从这一点上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跟人和众生就是没有差别。那这样呢，我一个就是自己想这个获得快乐，而不愿意就是帮助别人，这是非常的这个不合理的。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就抛弃这些这个众生，我自己获得快乐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严格的达成这个佛教的理念来讲呢，就是这也是就是不合理的，就是甚至这个抛弃众生，自己这个先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这种这个屈服过，这也是就是不成立的啊。就以前阿底迦尊者在菩提道灯廊吧，就是里面也是说过，说是这个自不乐数己取证大菩提，原为亦有情住到最后际，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呢，就是不愿意，就是不能呢，就是就是像那个就很快的时间当中自己这个去菩提，这种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应该呢就是要发愿，就是为了乃至一个有情呢，就是在千百万劫当中住在这个世界，就住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的发愿，就是我们这个大乘经典当中也是有的，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当时也是发愿，乃至一个众生如果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话呢，就是他宁可就是度化他，就是如果就不愿意这个现去成佛呢，就是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就这样帮助众生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成就啊，就是自己的一些修行呢，放弃也是这是这个合理的。
至于他双方五苦啊，就是五苦应该读吧，五苦既相同，自他自他何察说何故未自乎？那么我和这个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双方啊，就是厌恶这个痛苦，就是讨厌痛苦方面的话呢，都是完全是相同的。别的众生就是感受到身心的这些困难、痛苦、折磨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这个接受，我呢就是也是这个一样的，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不愿意就是受到这方面的这个痛苦。那么在这样的话，我为什么呢？就是每天都是拼命的啊，就是开始这个维护自己，拼命的呢，就是帮助这个自方的，而不愿意呢，就是帮助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众生啊，这是不合理的。就我们很多众生呢，就是这是自己的这个众生的时候呢，就是才知道是啊，就是这个是有生命啊，就是很宝贵啊，这样。但别的话呢，就是就不会这样的。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从生命的价值上、苦乐上呢，没有什么差别。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住变呢，就是住变呢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是讲的是那个真实玄所起成立住变，那么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叫做是以无始故互不互此之过失，就是这个从那个时间相依这个之苦不互持的过失和对境相依之苦不互持，就是用两个方面来讲。首先呢，就是讲那个时间相依之苦不互持之过，为彼不伤啊不伤我啊，故不护他苦，何苦不害尽故何苦入凡乎？啊，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这样想的就是是从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一些痛苦呢，很难以感受住，我一定要愿意这个去除的。但是别的这个众生的这些痛苦呢，我凭什么那个去除啊？就是不应该去除，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这个痛苦的话呢，就是我也不会这个受苦的。而且众生痛苦呢，他自己就是自作自受啊，就是自作自受，与我这个毫无相干的。因此呢，就是别的这个众生对我来讲也是是没有这个害处的。我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对其他众生也是没有损害的。那这样一来呢，我为什么是这个就是要接触这个别的一些众生的痛苦？我们现在很多众生呢，也可能这样想的，就是一直认为是自己呢，好像这样这个快乐的可以的。我要帮助别人的话呢，这样自己的亲属啊，自己呢我去帮助，其他的话呢，毫无相干的这些众生呢，就是我没有必要去这个帮助，就是有些人是这样这个想的，但是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为彼不伤我啊，故不护他苦，因为对我这个一点伤害的是没有的，一点伤害都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凭什么呢？就是去这个去保护他，就是没有必要去不保护他。现在呢，再加上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这个这些众生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对我没有这个损害啊，就是对，就是没有损害。其实就是现在呢，就是对我没有这个损害，所以说我不用这个保护。那下面就是给他这样回答的，那这样呢，就是后来的这些痛苦呢，就是不害你这个近身，你为什么是放护他呢？如果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对我现在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损害，所以我不需要就是报复他的话呢，那么就是比如说这个来世的这个痛苦，我现在这个造恶业，最后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受这个就寒热的这种痛苦。那么这些痛苦的话呢，我现在精神当中呢就是并没有这个感受啊，没有感受的话呢，你因为这个现在没有感受的原因不需要报复。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害怕将来自己堕入这个恶趣啊，堕入这个痛苦啊，就是拼命的就是去这个积累散发，就是这一点呢也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或者的话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这个积累财产呢，就是一直这个拼命的就是像那个做一些事情，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在老年的时候就是不受到这个痛苦，就是有这样的目的。但是如果精神当中不能就是现在我不能这个受苦不需要报复的话呢，那你为什么是去这个报复？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了这个明天就是快乐，明天就是不受痛苦呢，就是现在也在这个做很多事情，那这也是不合理的。这样我们前前后后的这些差了，就是观察起来的话，那你为什么是就是保护自己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些道理一点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些痛苦的话呢，就是现在在我的这个身上呢，就是根本不会这个发现的。如为当属苦辞，臣谢四维，王者踏体故，生者也复然。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对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进行辩护，就是说是这个为难，就是自己所感受的这种痛苦啊，这是我们要这个关心的，因为毕竟是我是一个众生的相续，为难的这些为难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不受痛苦呢，我现在还是这个做一些事情是有必要的。可是刚才的这
这样的这个终审的话，完全是与我这个相续是不相通的啊，就是相续不相通的话呢，那么我不应该就是去帮助，就这种想法呢，他对你说是慈神谢思维，你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就是太可怜了，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谢分别啊，就是谢思维，就是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莫大的这个谢念了。为什么呢？因为王者这个他提过，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活着的人最后那个死亡了以后，来世呢就是转到这个恶趣里面的话呢，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个王者跟现在的这个活着的众生呢，这两个呢就是应该是完全是这个他提的。王者与圣者呢，就是可以说是他提的啊，就是我今生当中就是变成一个人，来世呢就是变成地狱的众生的话呢，那么这个众生的这个相续是不同的，这是我们时间比较长的角度来衡量的。如果时间短一点的话呢，那么年轻时候的这个人和老年时候的人呢，就是不是这个一个了啊，就不是一个了。那么今天的这个人和明天的这个人呢，就是不是一个了，就应该说是这个他体的。为什么他体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众生的相续跟现在的众生的时候这个相续呢，肯定不是这个一体的。我们以前那个学过如众论啊，就是如众论里面也是这样做的，说是这个什么就是如以次死金米法由是他国废一续啊，就是金密和次次呢，就是不是一学，所有自相各一法啊，实以相续不合理，就是不盈利吧，就是不盈利。所以我们比如说实践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就是次次，有一个叫做呢就是金密，就是有两种人。那么两种人的话呢，这两个人的这个相续啊，就是两个人的相续，所以呢不可能就是把它拟为是一个相续，就是为什么是其他的这个相续呢？因为他提的这个缘故啊，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心智呢完全不相通的，是他提的缘故。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啊，就是虽然是今天的我明天的我，就是是自相续呢，就是分开的。如果是自相续分开的话呢，那肯定是这个叫做是这个他提，就是不能呢就是称为是那个一相续。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